吉利兹，我想请您再留一分钟。瑞士，博尔尼。德国最重要的政治家是希姆莱，沾满鲜血的人，他是德国的耻辱。他在德国掌握实权，请让我过去。对不起，握有实权的政治家有实力，因此这自然成为政治家们寻找的谈判对手。难道您认为信奉上帝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愿意与反上帝的人坐下来谈判吗？亲爱的牧师，政治要求忘掉您这些词，什么基督、反基督，还有什么善与恶，政治要求的是准确的遵循力量的均衡。请您看看这个，我的朋友帮我搞到了一份保安局的重要代表，希姆莱的好朋友公根罗埃公爵与这里重要的美国情报人员杜勒斯先生的谈话记录。不过这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这是我朋友帮我搞到的，请看看吧。对不起，我忘戴眼镜了。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双方都认识到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双方都为德国的未来担忧。有关保留纳粹制度的问题，当然不是作为紧迫问题提出来的，但是也应该理解为远景设想。也许这份材料是纳粹分子搞的，我不相信。我很想同意您的看法，遗憾的是我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份材料。您要明白，作为政治人物，希特勒他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看样子格林或者包曼他们正在想方设法把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当然不相信希姆莱会成为什么特别人物，或者是变为第一号人物，但是在西方有些人他们非常希望是这样的。我想社会舆论也绝不会允许民主主义者与代表纳粹恐怖的人坐下来谈判的。不过虽然我至今仍然坚信希姆莱是现今德国最重要的人物，但是我想象不出来他们怎么能够坐在一起谈判呢？没有希姆莱，他们又怎么能够使德国服从于他们呢？您认为这样的谈判有可能吗？谈判已经开始，在这里，在波尔尼。谈判的是希姆莱的私人代表卡尔·沃尔夫和美国情报机构的全权代表杜勒斯。您的情报准确吗？亲爱的牧师，侨居国外的政治家一般的说来拥有经过核对的可靠的情报。您坚信谈判这件事是真实的？我坚信。可是为了停止流血，我在德国的朋友要我试探一下与盟国进行谈判的可能性。请问派您到这儿来试探谈判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诚实的人，他们有的在外交部工作，有的在党的机关，也有在保安机关工作的。顺便说一下，
在保安机关，并且帮助我到这儿来的人让我警告你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木兰，此人不可信赖，绝不能与他和他的人进行谈判。明白了。我有一个问题，您信任派您到这儿来的人吗？帮我越过国境的人，我完全信任。那这样吧，我的朋友告诉我，在杜勒斯和沃尔夫频繁的会晤中，他们都涉及到了哪些问题？要特别注意这份材料。绝密，博尔尼，杜勒斯手，建议与沃尔夫的接触以后称之为桑莱伊斯·克罗斯沃尔的行动。美国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将军。瑞典，斯德哥尔摩。斯维耶温根大街七号，贝尔格尤汉松手。艾丽扎大婶在博尔尼我家做客，身体不错，只是想家，每星期都给家人写信。古斯塔夫。两天后，莫斯科将收到斯德哥尔摩发来的情报，在博尔尼和洛桑西姆莱斯人代表沃尔夫正与杜勒斯进行谈判，有关谈判的详细情况将通过规定的通讯渠道汇报。现在请回答我一个问题，希拉克姆是到哪儿去了？本来就应该从这儿开始。从哪儿开始我更清楚。我明白刚才使您过分的紧张，但也不能忘记分寸。温队长，我想跟您开诚布公地谈谈。开诚布公谈什么？樊队长，我明白鲍曼所有的电话记录，舒伦堡看过之后都上报给了党卫队领袖。您不能不执行党卫队领袖的命令，即便电话记录是您的朋友和我的上级搞到的。我愿相信鲍曼的司机是按上级的命令逮捕的。我坚信你是受命逮捕这个人的。为什么这样认为？有人命令您想尽一切办法，采用任何手段和计谋来损害我的名誉，使我不能再见到党务部长鲍曼。我亲眼看到您是怎么度过这一天的，像往常一样干劲足，但没有激情，因为您明白不让我和鲍曼见面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原因我只能回来以后再告诉您了。现在我没时间了，鲍曼5点钟等我。要是干掉我，对您不一定有利。您和鲍曼在哪儿见面？在自然博物馆。谁开车？另一个司机？不，
我们知道舒伦堡已经把它收买了。我们指谁？我们是德国和元首的爱国者。您坐我的汽车去吧，坐我的汽车去与包曼见面，这样保证您安全。谢谢。公文包里装成录音机，与包曼的谈话都录下来，跟他商量一下司机怎么办。您说的对，我是被迫逮捕他的，并且对他使用了酷刑。等您回到这儿，我们一起听听录音。汽车在博物馆旁边等您。这不太合适。您知道我住哪儿吧？给您钥匙，在那儿等我。上次是包曼送我回家的。如果司机交代了这些，我相信您不会折磨我。7小时。很难说，我是不得不执行命令，不然您就不会有着苦难的7小时。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分队长，您将在众多的敌人当中孤军作战了。您是否能胜利，我一点把握也没有。开始了，别来这套，吵得都耳鸣了。我不明白。算了吧，您什么都明白。元首已无力做出任何决定，用不着把德国的利益与希特勒的利益混为一谈。您知道您是说些？是是是是是是是。我知道我说些什么。在这儿没有窃听器，您就是告发，也没有人相信，你也不敢把这话捅出去。但您本人，如果您本人不搞，强加于我的阴谋诡计，就应该最清楚。希特勒也把德国引向灾难，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不到出路。你明白吗？看不到。您坐下，坐下，坐下。还有20分钟。您需要10分钟，最多10分钟。您认为包曼的脱险计划比党卫队领袖的好？想想这个问题。希姆莱在国外的人受到了监视，他用人但很不爱惜，可德美
德英和德巴三个研究所的人却没有一个被捕的。希姆莱不会消失，包曼可以，这你应该考虑进去。请您告诉他，当然要说的比较委婉。当一切将崩溃的时候，如果没有内行，肯定的不行，当然不行。您坐，您坐，坐下。希姆莱在国外银行的绝大部分存款都在盟国的监视之下，而包曼多几百倍的存款却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如果帮助包曼打倒他的敌手，就能保证自己的未来。希姆莱的黄金不值一提，是为包曼的黄金打掩护。希特勒清楚地知道希姆莱的黄金那不受监督，他知道这是为近期战略目标服务的，但包曼的黄金、党的黄金不是为可恶的奸细在舒伦堡监视之下为部长接送情妇的司机准备的。而是为千百万有理智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明白，世上除国家社会主义之外，是别无出路的。他是通向未来的桥梁，是给现在只有一个月一岁三岁孩子们的呼吁书。十岁的孩子们已经不需要我们和我们的思想，他们是不会原谅我们的。而那些还不懂事的孩子，将来会像讲神话那样谈到我们，神话也得传播。哼，需要努力培养传播者，让他们过二十年以后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只要在某个地方见到某个人不说您好，而是喊嗨，那就是有接班人了，我们的思想将在那儿生根发芽。哼，1965年您多大岁数？将近70。您走运，能活到那个时候并扮演角色。70岁是政治家的极盛时期，而我将近80，所以我关心的是最近10年。如果您要下赌注，信任我并指望我，请记住，妞了，这个盖世太保是一位年老疲倦的人，他希望在某地蓝色湖旁的小农场里安度晚年，为此我愿意参加这种游戏。还有，当然不必告诉包曼，但要记住，要从柏林转移到热带小农场，不能着急，元首的许多走狗很快要从这里外逃并会落网。等柏林上空响起了俄国人的枪炮声，啊，士兵为每一栋房子而战斗的时候，那时可以连门也不关地离开这里，离开，并把只有包曼和元首知道的黄金的秘密带走。等元首不在人世了，就要成为包曼有用的人，他将是
20世纪的基督山伯爵，现在就看谁更沉着实际例子。实质上就是这么回事，既简单又容易理解，非常容易理解。现在您去吧。谢谢，请您别再说您坚信希特勒的胜利，什么也别说了。在路上好好想想我的话，你应该承认我只花了5分钟就把您给拉过来了，而且没耍花招。至于舒伦堡以后再谈，告诉鲍曼没有我的帮助，你们在瑞士什么也办不成。照您这么说，他更需要您，我是多余的。不，他明白，没有您我一个人什么也干不了。在您上级的机关里，我的人不多。怎么样？整个区都搜遍了，没找到他。留在史基利兹家的人说什么？没有电话，也没有人来。让他们再待一会儿，等饱满了汽车，等饱满了汽车到巴比尔斯贝格，通知他们撤回来，并且不用再监视了。嗯，通知各车站扣留所有带婴儿的年轻妇女，遇上就抓到警察局。那有他的照片吗？有，已散发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您最好到难民收容所去，好吗？我只能去那儿了。空袭！出什么事了？什么事？我是说空袭。走吧。上哪儿？去防空洞。让我来帮您抱孩子吧。不，我自己抱。
那就走吧，快点。多大程度上我可以依靠他，到时候我们再考虑。有意思，有意思。司机的录音带呢？没磁带了。我总不能对包曼说，党务部长请等一等，我换盘磁带。我跟他说，我了解到是您，是在您的努力下才救了司机的生命。他说什么？他说司机是在地下室经过拷打才屈服的，他不能再信任他了，他对这个问题不太感兴趣，您可以随便处理。分队长，以防万一，我想可以让司机留一段时期，让他吃个饱饭，以后再说。您认为以后不会再对他感兴趣？谁呀？鲍曼。您指司机？他已经没用了。要是我就留他一段时期。哦，俄国女报务员哪儿去了？她现在对我们很有用。她怎么样了？还没有从医院接出来。我不明白他对我们有什么用处。让他干的事情他会干的，但是说得对。但您想想看，如果我们想办法让他在瑞士和沃尔夫联系上，不行吗？空想，也许我只不过是在幻想，而且其实什么没什么。您的建议我考虑过，我把它转移了，让罗利夫看管。我认为他现在对您没用。他过火了吧？是有点过火，所以被人打死了。这是我的事，是基利兹。咱们可要讲好，该从我这儿知道的事情，您会知道。我不喜欢人家从钥匙孔偷看。谁看谁？我也不喜欢人家把我当成波兰纸牌上的木偶。我是玩牌的，不是木偶。总这样差不多。好了，这以后再谈。请把这磁带再放一遍，大约在7-8米处。可以。再来点咖啡。啊，来点吧。要白兰地吗？不，我讨厌这酒，里面有单宁酸。是吗？是。可沃特卡只给热量，我喜欢它。普通农家的沃特卡对血管有好处。要不要记录？不，不用不用，我记得住。那儿有一段很有意思。
杜勒斯知道沃尔夫是代表西姆莱吗？我想他猜到了。我想这个词不是回答。假如我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们认定沃尔夫是西姆莱的代表，就可以严肃地来讨论瓦解他们的同盟。假如西方盟国同意与西姆莱打交道，就必须告到他们的谈话录音。也许我会把录音交给戈佩尔，一旦在广播中播出的话。我很难预料今后的事态在克里姆林宫、伦敦和白宫将如何发展。在这儿，在柏林呢？这就不管他了。对此我并不担心。您能搞到录音吗？首先应该从沃尔夫那里得到证实，他是作为西姆莱密使出面的。为什么您认为他没向杜勒斯说过？我不知道，我只不过是推测。敌人的宣传鄙视党卫队领袖，认为他是可憎的可怕的人，他们很可能回避沃尔夫代表谁这一问题。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他有多大实力，在武装部队中他代表谁。我需要他们从沃尔夫口中了解他代表谁。从沃尔夫口中？万不得已时从您这儿了解。搞这次行动，如果我手下的行动小组不了解也没关系，将每个人送来的情报归纳整理分析，就可以了解到准确的情况。总的任务是什么我不管，但会完成自己的任务，做自己的事情。可惜啊，现在不可能这么做。如果是让斯大林知道西方盟国与西姆莱进行谈判的话，他会高兴吗？不适合想投降的将军们，也不适合腐化堕落的里宾特洛夫手下的败类，而是要跟一个能把德国变成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钢铁堡垒的人。我想斯大林知道后不会高兴的。如果我把这一切通知斯大林，他不会相信。假如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通知他呢？比如您的牧师和其他人。人选的问题大概得和纽勒商量，他可以找一个合适的人并帮他逃出去。纽勒倒是总想为我效劳。据我所知，纽勒的处境很复杂，他不能像我这样下赌注。他太惹人注目了，另外他受西姆莱的直接领导。我想您会同意我的看法。关键的问题，只要他能感到您的支持，因为除了他，我认为任何人都完成不了这个任务。是的，这是细节。谈主要的，您的任务不要妨碍谈判，要促成。不要掩盖博尔尼的阴谋家与希姆莱的联系，而恰恰相反，应该暴露是希姆莱在元首眼里，杜勒斯在斯大林眼里，沃尔夫在希姆莱眼里声名狼藉。如果我需要实际的帮助，我可以跟谁保持联系？要完成舒伦堡的一切指示，这是成功的保证。不要回避使馆，他们很反感，我会跟使馆打招呼的。如果我需要人帮我反对舒伦堡，只有一个人能帮助我，就是纽勒。在多大程度上我能依靠他？到时候我们再考虑吧。
这个电话坏了。什么地方有电话？下一站就有。打电话有急事吗？很急。好，跟我来。罪犯，通缉凯特琳·金。就利用这个渠道，谢谢。至于您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过几天，大约两天，最多三天，就可以给您准确的答复。对不起，分队长。好，去吧。我是史基利茨。这是我。是。我。是，党务部长。马上就去。是。这是我。在哪儿等您？路怎么走方便？我在地铁，我在警察局。怎么走？我到这儿来是为了给您打电话。是在哪儿？在。每集是四目接物吗？好吧，没有考虑的时间了。如果电话有人窃听，纽勒明天早上才能看到电话记录，但也可能不窃听了，因为这样做对他不利。他向史基里斯说的太多了，又无所顾忌。现在主要任务是让凯特离开这里，其他以后再说。现在主要的是凯特。好吧，我明白了。谢谢。让舒利茨跑去向希姆莱汇报我三个多小时不知去向吗？他来电话干什么？你没跟我说他要来电话呀？您不是听见了？他要我马上去一趟。跟他谈完话马上到我这儿来，我在办公室。您认为舒利茨在为希姆莱工作？看样子是这样。他愚蠢。我从来都找勤奋可靠和愚蠢的秘书，在胜利的日子是对的，和平到来时，他们就开始折腾，企图挽救自己。
傻瓜，他以为我想英雄般的死去，希姆莱也够呛，寻求和平这事保密保得连舒利茨都有所察觉了。半小时后，凯特和孩子们已坐在史基利茨的汽车里。史基利茨开车在城里转了半个小时，一方面注意后面有没有尾巴，一方面倾听凯特讲述他的遭遇，同时也在思考，凯特获得自由会不会是纽勒的圈套，或者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每位侦查员一生中可能只会遇到一次。卡秋莎，嗯，坐后面去。嗯，出什么事了？没出什么事，一切正常，现在一切都会正常的。现在我们俩是胜利者，不是吗？小心点儿。等会儿，等会儿，我一会儿抱他。好了。孩子安排得舒服点，想办法睡上一觉，暖气我不关，把你锁车里。你上哪儿啊？在我的车里，谁也不会动你。我们上哪儿去？不远，离这儿不远。想办法睡一觉，你要好好睡一觉。明天有许多操心和激动的事。什么激动的事？好事。
离舒伦堡的住所还有一条街，史吉利斯就把车停了下来。史吉利斯心里不断地重复，舒伦堡可千万别出去，千万别到希姆莱家去和到盖布哈尔德家去，要说服舒伦堡让我到瑞士去，要千方百计地拿到出境证件。吕队长，纽勒好像知道沃尔夫在瑞士的使命。您疯了。这是不可能的。绝对的不可能。那我怎么知道的？的确，您是怎么知道的？我知道此事是因为纽勒建议我为他工作。为什么他选中了您？大概他的人发现了墓室。嗯，坐下谈。我想他的人发现了墓室，这能挽救我们。我应该马上到伯尔尼去，让牧师放手干。您这里坚决否认沃尔夫与我没有联系。嗯，您马上到波尔尼去。证件呢？还是利用边境窗口？不太危险，您会落到瑞士当局手中。战争快结束了，他们会讨好俄国人，去挑选一份最可靠的证件。我去打个电话。别打，写个条。你有笔吗？您最好用自己的笔。到现在我还没睡醒呢，真要命。吉里斯驾车飞速向边境开去，口袋里有两个人的护照，一个是妻子英格里的冯·杰施泰因的，另一个是自己的。边防站，冯杰施泰因。英里的方向。西格弗里德，难道你听不见？去看看怎么回事。边防哨所。我是边防检查站，